我绝不拜拜。我宣布一下啊，这位是我请来的公主。醒来后挽留你脚步，别走了，命运不是征途。是这样的，西里跟你查早自习，上小学还是上幼儿园？你觉得早自习有用吗？这个运动语气的意思是不合适。那我怎么玩都会死啊？对，那这个游戏是必输了。对，那为什么让我玩？他赢胜你。你这人太假了。很久，求你把我带走，守护将来的理由，难道让时间倒流，世界尽头要陪在你左右，相信我，命运看透，停留在你身后。谁在乎他是谁？来，旅行的事情我在乎。对你太在乎。李旭，你会有办法的，对吗？张小贝那么欺负你，你不会没有反应。李旭，你在干嘛呀？拉车啊。你是牛吗？为什么要拉车？现在。时间尽头要陪在你左右，相信我，你以后要是再有问题